然是黑龙重饼，抱真人你可真会跳。复仇的执念正是愤怒的最佳燃料。九级大人，您的暴怒之尾将会从黑龙重饼这儿得到前所未有的养分。转移到剩下的引擎，小扎，你们打完没有啊？赶紧来救命啊！开关在那，烽火战轮。你的行动和数据一样，这样就能捉住你。什么？火脸小子，给我回来！那是森龙大圣的战甲。没错，利用这些战甲收集到的数据，我已经掌握了你所有的行动规律。是吗？哼，那又怎样？就算攻击被看穿，我也照样打趴你。怎么？在绝对的数据面前，你的一切我都了如指掌。我才不信！飞燕旋刃。下一招是分裂。听着，恶龙四圣是不会输的。少来，明明都输了两个了。哼！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别急，我知道你担心。等我再练练，立马杀过去帮忙。谁会担心那热血小子？我可没说担心谁哦。有东西从金神的残骸里飞出来了。快走！最终数据收集完成。滚！偷袭也不行吗？你们打败的只不过是我收集数据的工具人。我没空听你废话。发炎枪，从一开始所谓的恶龙四圣指的就是我一个。什么？这才是我恶龙四圣的真正力量，四圣机神。这也是机神，李校长。好恶心！这怪东西是什么？队长，杨天，关闭石洞的开关在那儿。空神小队，你忘了我？放心，不要你，给我消失！地雷滚天！什么？破坏力惊人，可是。武器的弱点太明显了，来了，这就是数据的力量。接下来，四圣异次元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我刚刚不是在宇宙吗？这到底是哪里？以显生机，这取决于你的回答。我真不知道什么李小扎，为什么要帮恶龙人？你们不是人类吗？我们是机械，是战斗的工具。命途多舛，不走运的我们，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。哥哥，
我们脑袋里的定时炸弹很快就要爆炸了。对，不想被炸成废铁就赶紧出发。我已经找到他了，记住，李小扎只能由我们消灭。很好，去吧，金家木家。这是类似机械领域那样的能量空间吗？天眼战车。是利用完整的战斗数据复制你们的力量。No!
时间倒流，啊，奇怪，这附近怎么会出现风神寂寞的反应？